每一天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天是一月十二，诗篇十八篇一节到六节，上主，我的快乐啊，我敬爱你。上主是我的山岩，我的要塞，我的拯救的，是我的上帝，我的石盘，我不外靠伊，伊是我的盾牌，救我的快乐，我的堡垒。我求求应该受称赞的上主，我就得到解救，脱离对敌，失望的锁缠我，毁灭的大水予我惊，淫妇的锁捆绑我，失望的牢房绑牢我，我在苦难中祈求上主，对我的上帝求救，伊在伊的殿里听我的声，我在伊的面前的恳求有入伊的耳腔，诗篇十八篇的作者予咱看见伊对上帝的敬畏佮疼，伊也祈求上主加做伊的快乐，加做伊的山岩要塞佮拯救者，加做伊的石盘，通予伊瓦靠，吃做伊的盾牌，吃做伊的保护，因为咱的主是应该受称赞的主。在咱的每一天，在咱的艰难中间，咱敢有恳求上帝来听咱的声？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